Oke,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减三跟减五的话，如果是上面的话是告诉我们左右嘛，左边是减哦，所以减的话意味着走左边三格，下面的号码告诉我们上下，所以减的话是走下面，所以是下面五格。要会认这个东西呀、啊、，translation 就一个 information 嘛，所以 at the end 最麻烦呢还是不答案呢。OK，我们现在倒回来，我们来看，这一题。OK，这个是 translation，后面这个就是我们的 vector translation vector。所以你看到这边，它是叫你什么？走右边四格，对吧？上面是 positive，走右边。下面是 negative，意味着它要你走下面两格，然后我们就 follow 它的 rules 哦，因为你从 object 找 image 的话，我们就 follow 我们的 translation，我们的 transformation 就这样，走右边四格，走下面两格，来到这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image。Okay, 因为我们进行 T 挂是 dual transformation 关系，所以我们再进行多一次，走右边四格，走下来两格，这个是 P，逗号逗号，就是我们的 final image，所以它打直是14，打横是一，所以 coordinate 是14逗号一，对吧？这个同一个 transformation 重复两次还好，后面呢会有惨惨的，又不答案呢，又 translation 呢，这弄到很乱的。OK，所以我们来看下面呢。OK，下面哦，你可以 try 看，我做一题，你做一题啦啊，我做 B 啊，B 比较 special。A 也是可以的，A 会做吗？试试看看呢、啊，试试看看。不过我先跟你讲先，它一样啊，依旧是要进行两次，看到吗？U square，所以你要重复两次。你要先画那个镜子先啊，那个 Y 等于检视在哪里，对吧？Y 是横线来的，OK，我画给你，检视在这里。啊？嗯，这。比如说，反次两次啊，对吧？只是跟你讲，哦，所以这个都罢了的，所以这个都罢了啊，没有注意到问题啊。哦，这个我要看了，它这个是要我们找 object 哦，这是反过来的，这个是找 object 啊，要注意哦，要注意。虽然 reflection 那边还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的。OK，所以现在啊，如果他是要找 object 的话哦，他给我们 P 逗号逗号嘛，OK，我会这样写，P，OK，P 逗号，P 逗号逗号，对吧？我们有后面的7跟减二，现在刚刚是我们有前面的，现在是我们有后面的，OK，因为我们的 transformation 呢、啊、是 U square 啊，所以意味着。它是先进行右边的这一个 u，后进行左边的这个 u 啊，所以先进行右边的，再进行左边的。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找，OK，如果要反过来找哦，全部东西要进行反义词，可以吧？还可以理解吧？就是你遇到的 transformation，比如说我的 translation。原本是走右边五，走上去三的，现在反过来变成走左边五，走下来三，这样的意思啦。全部变反义词就对了。我们要先从 P 逗号逗号找 P 逗号先，再从 P 逗号找回 P。OK，举个例子，我们在这边 Y 等于减四，横线。
y 等于什么什么是横线嘛？OK，我们要先 OK，反射比较 special，反射哦，你的反义词还是一样的，不会变的。所以两格去到镜子那边，再两格回来，你的 P prime 啊，P 逗号的第一个 image。但是现在我们要再反射多一次，回到去原本的 P，所以再返回去找回 P，所以 P 就是7逗号减二，所以答案7逗号减二，对吧？又返回来了，又返回来了，它 reflect 两次。点 B 的话呢，reflection on the line y 等于 x。OK，y 等于 x 就是我跟你讲的咯，就是有三种可能性嘛。whether 他跟你讲横线、直线或者是斜线，这个 y 等于 x 刚刚好就是斜线。给、okay, 这个斜线怎么画啊？我跟你讲哦，就是你看啊，x 等于一，y 也会等于一这个点，x 等于二，y 等于二这个点，三、四、五这些点啊，接起来。对吧？拿纸来画，我这个用手画，我拿纸画。为了我这边应该有的。OK，这样，对吧？这一条线就是我们的 y 等于 x，y 等于 x 的线，画长一点点啊，好看一点。给过后我们就量了，OK，我们的距离也是啊，是看直线距离的，从这个点，因为反射没有反义词的，其他的都会有反义词，所以这边折射反射反射啊，一格两格三格三格半，OK，三格半呢，所以半格走了，然后再走回一二三，那我们要 make sure 它们都是3.5个单位。这一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 image，因为我们反过来找嘛，所以它中间一定还有夹住一个第一个 image，然后再倒回去找回 object，所以现在再返回去，对吧？又找回这个，所以答案是5逗号减的，对吧？你又返回去三格半，又找回来你的原本的 object，反读的很简单。给、okay, 来，对一下啊，所以 coordinate 是5逗号减二。给、okay, 那么我们来到下一个 part，给、okay, 我们先看懂地先，哎，别你头痛了，先看懂地先。给、okay,，因为他给你的是 P 逗号逗号，意味着它是 image final image 来的，OK，它是这样来的 P，OK，、okay, 我不懂一开始的。但是我知道它进行了 u 变成 p 逗号，再进行了 u 多一次变成 p 逗号逗号，对吧？现在是我们有 image，它给我们的是有 image 有逗号，代表它是 image 来的。我们要返回来找这个 object。OK，so、okay, as I say，如果你是从 object 去 image 的话，object 去 image 的话，它是什么 instruction 我们就 follow。但是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哦，对吧？我们要从 image 找回 object，所以他讲的所有的 instruction 就是 u 讲的 instruction 全部做反义词。比如说，你看 u 哦本身它是 translatio，要走右边三格，走下面一格嘛，哎，走下面一格。OK，这一个是如果你 follow 它的 rules 的话，它是走右边三格下来一格。但是现在我们要返回来找哦，所以我们就要 everything 反义词，唱反调。他要我走右边，我就走左边三格；他要我走下来，我就走上去一格，是吧？这个是我们的 P 逗号。P 逗号是四跟五咯，对吧？coordinate 四跟五啊，要不要写没有关系啊，我只是写给你看啊。现在找到这个了，是不是？我们又返回来找回一次，找回 P 嘛。
所以又再唱反调多一次。原本他要我走右边呢，我就走左边，一二三；要我走下面呢，我会走上去。搞定没有？这个是我们的 P coordinate 16，可以吧？所以答案16。OK，rotation。OK，又来啊，rotation 最麻烦了。OK，这个听说啊，一样，好像做你不懂的时候啊，你就像我这样做先哦，啊，像这样做，对吧？我们有的 coordinate 是减三八，因为它进行两次 U 啊，所以这样子 U。对，现在反向找哦。对，我们先把中心找出来先。一逗号六啊，一逗号六在哪里？x 等于一，y 等于六啊，这是 x 来的，这是 y 来的。x 等于一，y 等于六，在这里。这个是我们的不是它。对，然后我跟你讲了嘛，as long as 它 involve 到不打乱 rotation 的话，我们就画这个 symbol 咯。OK。过后，我们看这个是中心点啊，这是中心点啊，它在左上角，所以在这里，P 逗号逗号，对吧？在左上角，我们先把这个符号每一个边找出来先。你看啊，我们要从 P 逗号逗号去到中心点，要先打横再下来，所以这里也是一样，打横一。二三四格，所以四格打横，然后一二两格，两格打直。OK，so 外面的这一只东西，全部是一样的长度，四，里面全部二。OK，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唱反调了。OK，现在哦。我们要从 P 逗号逗号找回 P 逗号先，所以讲找呢，我们就要反嘛，唱反调嘛。他要我 clockwise，我就 anticlockwise，明白吗？90度没有的反义词啦，号码没有反义词的，所以我们就 follow negative 90 negative 90就 anticlockwise 啊。OK，所以他要我们 clockwise 90度，我们就他要我们顺时钟转嘛，他要我们这样子呢，我们就不要，我们就逆时钟转，把这个逆时钟转回来这里，这一个呢是我们的 P 逗号，看到吧？所以你要来到 P 逗号的话，你要向左边走两格，向下走四格，从中间开始算起啊，左边两格，向下四格，中间在这里，左边两格。向下四个，这个是我们的 P 逗号，P 逗号是减一二，对，减一二。OK，我们再 repeat 多一次，对吗？同样的 transformation 再多一次唱反调，所以又来多一次，它要顺时钟，我又逆时钟回来这里，找到 P 逗号逗号。所以是向从中间开始算起，走下两格，走右边四格，给这边看啊，两格，一二三四，来到这里。所以打coordinate 是看打直线五打横四，所以是五逗号四，所以 coordinate 就是五逗号四了。PI 的，sorry，PI 的。简单，找 object，找 image。OK，现在草鸟的话，我们要看下一个 part 啊，因为前面都是在讲同样的 transformation repeat 两次，然后找 object，找 image。现在是不同的 transformation 走两次，不同的 transformation 都走。
来，我们看啊，我们来看下面。诶，注意上面啊，他讲什么？Determine the coordinate of the image，所以意味着我是不懂 image 的。Debye transformation RS，OK，所以我们先注意看这个 RS 先啊，因为我跟你讲了，你这边有两个 transformation，会先进行右边的先，第一个再进行左边的 R，OK，所以我大概会这样写先啊，OK，P。诶，它我们有 object 啊，它给了我们的 object 是，哦，这是 Q，所以不是，这是 Q 啊，诶，所以写 Q 二逗号减二，对吧？它会先进行 action，看到吗？先看右边的先，来找到 Q 逗号，然后再进行 R，找到 Q 逗号。我们要找到 Q 逗号才是我们的 final 答案。OK，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哦。OK，既然 Q 是 Q 逗号哦，我们要进行 x，所以是 bandulan 嘛。bandulan x 等于减三哦，我就在 x 等于减三画一条直线哦，因为 x 等于什么什么是一条直线。啊，因为我们要进行 S 线嘛，我们就看 S 线，x 等于减三是直线来的，所以画一条直线在 S 等于减三这个位置，过后开始进行反射，一二三四五格，所以一二三四五格来到这里，这个是我们的 Q 逗号，coordinate 打直是减八。打横是减二，对吧？因为我们不需要唱反调啊，因为我们不是从 image 找 object，我们是 object 找 image，所以我们就顺着它的意思就对了。过后再进行 R 嘛，OK，我们再看 R 是什么？R 是 translation 哦，所以它是先。减的话呢，代表走左边四格；三的话呢，代表走上面三格，对吧？因为上面是左右，下面是上下，所以左边四格啊，可以从这里开始，左边一二三四，然后上三格，一二三来到这里。coordinate 减十二一，所以减十二一，这是我们的答案哦，减十二。哎，你们试看看做 B 站，小哥，你们看看 B 的，我要看 final answer 吧，coordinate 找了多少？好朋友，啊，叫班，一个人哦，然后，
这个地图比较好，看前面那些会有讲你的话的。OK，来，我讨论啊。OK，先一样啊，我们先看我们有 object q 等于一逗号四。OK，先进行 s 先啊，虽然它是写 rs，但是先看右边的先，变成 q 逗号，再变成 q 逗号逗号，再进行 r 变成 q 逗号逗号。OK，所以先看 s 先，右边三格下来右边两格下来三格嘛，这个是。所以是右边两格下来三格，在这里，coordinate 是一，哎，是三一啊，所以这边写三一，哎，三一，OK，Q 逗号逗号呢？我们要进行反读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画一条直线先？我们的那个镜子那个线你不画，你怎么做？对，对了，这样子。OK，就是接这边啊，你随便画一个点就可以了。这边有一个点，OK，然后哪一条直线呢？直画上去。OK，然后我们的镜像也是看直线距离的，这个点跟这条线哦，最的直线距离是这样，直过去一格，所以反射一格来到这里，所以是一三。所以答案一三这样了。啊，有些人如果你不会看这种斜线的距离的话啦，你就这样打横也可以的。其实我怕你乱，所以我没有这样讲。如果你觉得这个乱的话，你可以这样看的。你可以 whether 走打横或打直。你打横去到镜子那边，打横走两格来到镜子，那么我就上去走两格来到那个镜子，来到那个 image 也是可以的，对吧？如果我在这里的话呢，反射就这样哦，上去一二三四五，然后我就一二三四五来到这里，也是个方法啦，但是会比较麻烦一点的，怕你乱了，所以直接看直线距离是最容易的。OK，来，我们看 C，你们做看看，C 是最麻烦的，但是你们做看看，要一点时间的那种，要注意看啊，它是先 S 过后 R，哎，我写好在这里先。来，试按照。
不太容易啊，西，果西容易做低啊，做低低可能，我觉得西容易啊，看低啊，你们看低，西比较容易，你们做低啊，B 忘记了，第三，做东西啊，做东西，因为西没有那么难，做东西啊，西什么难啊？我洗黑啦，把你做东西给我啊，做了没？做了，可以啊，可以啊，要兑现哦。是啊，是啊，不一样。啊，减二三，90度转外，减三个。减三二。C 是检查的，你们做东西的，做东西就可以了。减五三。啊，减五三。减五三啊，对面有多我。953，然后要网络。那要相信我呀，我们想象，有点零九，我头呢，是吧？不简单嘛，用这么容易啊？以学校教吗？学校不讲教，学校不教吗？这我们自己教讲教。那你可以教你的直播，这直播是他自己的直播来的。没有，这样子，要这样看的。真的没？也有，就我这样子知道，我这样了。我梦谁叫我的，忘记了，但是我以前总觉得那个这样子，这样子就是，啊，就是你这样子的话，忘记了，这样也有可能是啊，要问下你一个人。我忘记了，是他教我的，我们家都是这个方法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啊。你好，我们分享了吧？OK，来啊，Q 零逗号二先进行 S 变成 Q 逗号，再进行 R 变成 Q 逗号。OK，我们先看，先进行 S 先，意味着我们要进行把图烂先，先画那条横线 Y 等于三哦，Y 等于什么什么是横线来的？OK，反射，这里是一格嘛，所以反射上去变一格，这个是 Q 逗号，coordinate 是0,4。OK，那么下一个是要进行 R，就是不打烂。OK，我们先看呢，把中心点减二一画出来先。OK，它在右上角啊。OK，我们先画先啊。右上角，所以就是中间，它在右上角，这个是我们的 Q 逗号。我们要返回来找，我们要找 Q 逗号的话，我们就顺着它的一。它要我们 anticlockwise，我们就逆时钟转90度，逆时钟转90度来到这里，对吧？我们先算先，下来左边要走多少格？下来从这里啊，从这里 Q 逗号。一二三格，两格，所以这边是三，这边是二。OK，所以我们现在逆时钟转找过来这里是就是 Q 逗号逗号，意味着向上走两格，因为里面都是一样距离嘛，外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先上减里面的先两格，然后再到三格，所以上两格，左边三格啊，所以上两格，左边。三格来到这里，这个是 Q 逗号逗号，所以是减五三，对啊，收工。啊，没有。
你看，才一半罢了。到了。这三面，二总共26面才，现在才三面哦。后面还有返回来的那种，日本也去夸你吗？还没是有啊，说？刚刚是两个一样的传说没事吗？现在是两个不一样的传说没会反过来。就这样子盘开就结束了。哪里？切。哎，可以说啊，可以说。对了，那个大没有。连普通的话没有看，看的嘞，这个都拍了。对，这样低的，你不是拍了？太高了，嗯。不是，大家一张都知道了，其实，他们这里就是比较高，对。房子房子，所以房子房子是，